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盆我在两个月前组合的水旱盆景。很多人说你的水旱盆景做得不错，有天分，可哪有什么天赋异禀，只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。我的第一个水旱作品被别人说是小儿科水平，我的第一个参展作品两天内改了15次，推翻重来是家常便饭，被窝里马桶上，我习惯了在任何时候把零星念头变成草图。如果这个世上真有奇迹，那不过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。